虾玉的，这还没用，这也有，这门口摆着的。这多少钱？1800。1800。这还不错。晚清的。现在这价格真的是，一个那小盘1800。哎呀，还有点脱彩啊。哎呀，这溜达一圈，这不是大国宝，就是土的你就不想伸手的东西。这是像老货，这都杂馅。你们是我是老的，但是你们那个我。磨口啊，我的。二楼也空军买不到，看看三楼。这贡牌多少钱？贡牌800。800啊？啊，啥品相？有这里有个修。哦，看见看见。这个也不错。修了。嗯、这个漂亮。就是这个，有个修。李白。对，那班。哎呀，哎呀，转完，这三层楼转完，基本上没有想要的东西。有一些老虎，我是特别想买。哎呀，这个地摊逛的，也可能因为跟今天下雨有关系，天太冷了。妈，今天这天气温度降的厉害，有沙尘暴。